对民国1808年开始，台南林德区公所的直属办理公民信义参与式预算，透过大家意见来提案表决，决定社区未来发展方向，进一步鼓励民众关心公共事务。你今年也将继续办理说明会，经地日程登场，讲解了今年的规划甲基点，希望会当有更加丰富的体验加入，斗阵互林德更加进步。今年台南林德区区公所持续来办理公民信义的活动。已经近期举办了说明会，来向大家讲解今年的内容，希望会当创造出更加侪趣味，而且是对着社区未来发展有帮助的提案。那过去5年，大家如果有参加的话，就知道那个程序好像还蛮繁琐的、哦。你要先有宣传，对不对？要有训练工作人员，然后再讨论，然后投票再去执行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话就是要跟大家讲讲，介绍这个省市省议社造，我告诉大家说。审议社造可能可以带来哪一些好处，然后让大家知道为何而战。那他在推动这个社区营造的时候是有两个目的，那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建立营造这个社区的连带感，所以这个社区营造第一个目标就是说，那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社区跟以前一样，我们还是都认识大家，对不对？然后都很信赖大家，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帮忙，大家都可以彼此合作，然后可以互相协助啊，保护我们的安全啊，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。对民国1808年开始，公所就配合文化部甲市府开始举办公民信义的活动。而这几年来的成效嘛是相当袂歹，真侪丰富的提案拢有顺利来执行，成功让恁着更加进步美好。自从108到110年，我们所有入选的提案的部分大概有将近25个。那当然入选的是已经有执行完毕的哈，那有参加，恁是有来许愿的哈。有予大家的心，予票选过去了，甲出去，甲大家相坐咧遐的，许愿的名单的部分。即摆其实陆陆续续经过各科室，其实嘛有甲大家到三项执行了。即摆目前差不多剩2案到3案还未执行，但是今年有缘会继续努力甲迄个许愿的，还未做的吼，我会努力来去甲促成啊吼。后续的提案大会嘛将伫咧7月来登场。希望透过公民信义的进行，让民众有机会来表达家己的意见，来决定林德发展方向以外，也是让有善的使用更加符合民意，更是要唤起更加多人做伙来关心公共议题。记者柯佳明，林德区采访报道。